咱们进去看看。哇，封条，但没住人，怎么都没住人呢？哇，这就是共生院啊，全贴着封条呢。瞧这院多宽敞。哎，为什么没有人住啊？这都腾飞走出去。我们那块儿吧，腾飞呢，可是我不想走。他们说鼓楼这边也有腾飞的，就没走的。您是吗？是啊。您就没走？对啊。他们说给平移，我不想让他给我移走了。咱具体情况咱也不清楚，以后这一个院一政策呗，难闹不清啊。那您没走还是原来那么大？还是原来的家的？对对，还是原来那么大。那挺好的。这等于是您自己盖的还是他们给盖？他们给重新翻盖的。就不是重新翻，就是你的那，因为这样可能一个地儿不一样，因为这还是鼓楼那个文物保护区，所以说都属于重新给翻建了。那这怎么贴着封条？走的就给拆了，原东西有房，走的拆，不走的不拆。哦，这些就是走的。对，您这像是搭出来的是吧？原先就有。哦，原因就有，等于又重新给搭出来了，翻建了，那挺好的嘿。那房租呢？还那样。哦，哎，不错，挺好，挺好。您快忙吧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不错。哦，这不是也是吗？哦，这就是腾退走了的，这是人自建房。你看，他们都是一个房檐儿，这搭出来的。哎，我希望我们家也这样。他给我重新盖。啊，这就是走了的。不是走了的也不住人哦，那原来这自建房都拆了，这肯定也是没走的。哎，挺好，你看，估计这原来都自建给拆了。你看多大呀，这也是不走的，这是走了的，都走了还好呢，凉快，都走了还人少呢。哦，那家也走了，这肯定是不走的，自建房他也没拆。妈呀，这还有一间呢里边。哦，不是，这个住间吧，是不是啊？多好啊，这是自建房，这一个院，一个人一间住这么一大院，这还能种点东西，等于这院都走了，就这间没走，这间没走，这是原来自建，不错，挺好。你看这印儿，这原来肯定都是自建房，这间是不是？这全都给拆了，这院就大了。这间肯定也是走的，都搬走了。这是所有自建都给拆了，院里的更好，自己种点什么哈？这住着多舒服呀！这间肯定也没走，自建房没拆，要不然就给它拆了。哎，可是不像有人呢。这家没走，还挂着帘儿呢。这家应该没走，这是自建房。你没走，你不能给人拆呀。挺好。请点赞关注哦。